三朝。现在没办法，因为我们那个人手不够，已经做不出来了。爆单了啦，爆单了。看着丙接电话，业者喊话来电客到店购买。不好意思，现在没有货源，然后来现场，你要买，不是有就有啊，没有就那个。柜台后方这面墙贴满了月饼订单，老板娘依然是电话接不停，却为了货架上这一颗颗白白胖胖的中秋月饼。我的东西咋那么好吃？伊的蛋黄芝麻真好吃。这是彰化市经营20年的饼铺，一年只卖农历8月1到15号，不止销售15天的期间限定，让懂吃的饕客紧盯关键的月饼密码。就是盖在月饼上的印记，有图案符号或者印上中文字，代表月饼里包覆不同的内馅滋味。像这颗盖上店名的字样，切开来果然就是纯手工的玉砂卤肉。同样盖上红印的还有鹿港老饼铺的绿豆碰。中秋供货，各种口味都要兼顾到，让月饼上的印记代表各式各样的口味密码。你喜欢吃古早味的就绿豆碰，绿豆碰跟我们在新推出的咖喱绿豆碰这几年都蛮受欢迎的。中秋档期老饼铺专攻老口味，绿豆碰系列成为资深饕客的心头好，不管口味限定或者是期间限定，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应景桥段少不了吃饼这一味。台湾新闻徐硕彰化采访报道。